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 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我亲弟弟，我都不害羞，你怕什么？你不是说？ 昨夜整晚担心无法入睡吗？快回去休息吧。觉公子身负重伤，我怎么可能睡得着？虚情假意。我其实早就知道你是谁了。孤山派后人，加入宫门只为了寻求保护。你根本不爱我哥。 原来觉公子已经告诉你了，看来他真的很信任你。当然。你们和公子羽之间本是亲兄弟，为何彼此之间还要下这么重的手？公子羽为了保云未山，不惜同族相残。 哥哥一直担心宫门内斗分裂，被无风趁虚而入。如果因此导致宫门四分五裂，公子羽就是宫门千古罪人。以我对觉公子的了解，就算他被公子羽金凡他们围攻，也不至于受这么重的伤。那要不是因为我跟内宫出了问题。 什么问题啊？药已经涂完了，这里有我守着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辛苦远志弟弟了。 给觉公子熬点白粥，里面加点人参提气，记得把粥都捣碎了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平日里觉公都是侍卫，怎么今日不见了？
每隔一段时间，迟公子都会遣散所有下人，只许自己守在绝公子身边。说是绝公子要修行内功心法，不能被人打扰。啊，每隔多久呢？差不多半个月吧。这样。如果说我们任务是一样的呢？七月流火，无量功德。那若我告诉你，你想要的我能给你，如何？那得看你问我要的是什么。杀了宫商爵。夫人真是说笑了，这宫商爵和死去的宫焕宇，两人都是通过三观试炼的直任继承人。整个宫门里，属他们俩武功最高。就算论实力，魑魅魍魉里的我，都不一定拿得下他们。你指望我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每半个月，他都会处于内力大幅消退，甚至有两个时辰，内力全无呢？你想要的东西就藏在后山，等你真的杀了宫商爵，我就告诉你具体地址。我怎么信得过你？你可以赌啊。进入宫门之后，你会爱上宫门的人吗？绝无可能。斩月三十，即朔月、小望月和残月。朔月，起手制敌，刀气无形，气势无踪，只攻不守，刀作偏锋。云雾千里，望月东川，不止风息，无破无斩。小望月为缠斗招式，持久消耗，一勾一画，论影刀锋，做到动静相并，滴水不漏。残月寒沙，星火触金，路不留行，心随神动，神情合一。最后一式，残月。
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赶紧出发吧。这是什么？